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就
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划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Thank you.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，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明理的人不应该说哪一个好人应该长寿，却反而短命；哪一个坏人应该短命，却反而长寿；哪一个荤食者身强体壮，哪一个素食者却面黄肌瘦。